场艺术的技术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这俩人叫冯兆阳、杨鹤通。桌子外边的叫冯兆阳，对，胖子叫杨鹤通，是，胖子是我徒弟。哎，外边这个是于老师徒弟，嗯，是他徒弟，是我干儿子。对，所以今天我很开心，嗯，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到我这个年龄不行啊，您把我也说在里头了，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哎，就换，好家伙，还有魔术呢，嗯，你就放那儿吧，还能开花呢啊，嗯，千万以后来听相声不要再买东西了，是吧？刚才我就说，这是您捧我们就无以为报了。是，您再花钱买这些，这不好拿啊！这嗨，什么叫不好拿呀？你也不知道我爱什么，是吧？嗯，有一种东西叫转账，听说过吧？加微信啊，记一下吧，记一下吧。啊，138，后头随便。啊，这还能随便？多好的一个行业，说相声啊，是啊，嗯，真的啊，说相声上了瘾了。加拿大给我一皇上我都不干，我就不爱干别的。那是，加拿大给你个娘娘你也别答应。不，当娘娘干嘛呀？啊，喊皇后。说什么？你管他说什么，先答应着吧。算了，人家花钱了是吧？只有听相声，台上台下有互动。哎，对，打个茬啊，说个话什么的，嗯，哎，大伙儿一开心就得了。嗯，你们要是看个芭蕾舞、交响乐，我建议你们别打茬，那也没法打茬。就是啊，他那跳着天鹅湖，你跟底下喊啊啊，也容易让保安给你扛出去。嗯，捆在门口树上打的可惨了，至于？另外，看电视剧、看电影都不建议你们打茬，那也不行嘛，会让人笑话。而且电影那个他不会理你的啊，没有互动。是啊，这个站在台上看着观众其实很感慨。是吗？嗯，因为这个演出太难做了。这种演出难做？对呀，啊，你算的啊，埃德蒙顿啊，他见世到现在头一回来相声演出。嗯啊，我说的指的是商演啊，啊，卖票，因为你要送票那是另一个技术含量问题，跟咱这不一样呀。只有天下干演出，只有商演是最难的。哦，这个商演不容易，你就记住了，只要让老百姓从口袋里真金白银的拿钱，嗯，你就不能骗他。那当然不能骗。别的是真是无所谓啊。你比如说，你换个，怎么说呢？这个话题其实挺大，就是只要是人为可以控制的事情，嗯，其实就好做。什么叫人为可以控制？你比如说于老师。比如于老师是八宝山曲艺团的演员。八宝山曲艺团那儿成立一曲艺团给谁演呢？我们你们送温暖啊。好，这炉子边上演去。我说咱不能说具体哪个团回来，人家一搞的咱俩微博上又得道歉。咱这岁数咱不能老指着道歉活着啊。八宝山呢，你比如说吧，嗯，八宝山曲艺团也有说相声的。哦，那儿也出去演出去了。哎，团领导带着主要演员到什么什么村去跪求，跪求，求求你们让我们演吧。啊，哦，老乡说不行，耽误农活。跪求都不看。那我们你们就说我们先帮你们收麦了。你瞧，先帮你们收麦了，收完麦了之后咱们有一相声专场，就人都不烧了，还收麦了。啊，你以为真是八宝山火腿肠？然后每个观众送半斤鸡蛋，给观众鸡蛋。所以你们站台上那会儿，你们团跟观众不用客气。怎么叫不用？你又拿我鸡蛋，我又帮你收麦子。啊，你得跟我客气才对。啊，你好好听我说相声，意思不一样。是，只要你体力盯得上，只要鸡蛋充足，你们这团没问题，好好演。这还好好演什么呀？因为这人为可以控制。哦，有鸡蛋就能干呢。那倒是，所以他不难。哦，你包括电视台录相声也好录。电视台录相声怎么好？电视台有一个台晚会，嗯，八宝山之春文艺晚会。这八宝山副业还挺多啊。这个
需要一个相声。没有人呢，哎，门口站保安，保安老赵来，老赵来，把保安脱了，来换大褂。哦，扫地那老李来，你也穿大褂。哦，俩人站那儿，给词儿，你说，你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嗯，背不下来不要紧，一句一说，两边机子拍，剪了一块儿。嗯，再拿大卡车拉300观众来，干嘛呀？卸了演播室，一人给一盒饭。嗯，吃完了坐那儿乐，像傻子一样乐。哦，鼓掌，对，乐。嗯。哇，乐完了，这个画面剪了一块出字幕。嗯，相声表演艺术家赵宝安、李扫地。哎，这都什么名儿啊？这是，你这个时间长了，这俩人也会相信自己是艺术家。啊，观众也会相信他俩是艺术家。这灌输。所以说，赵宝安、王花匠、李厨子都可以胜任这个工作，都行。人为可以控制的就不难。哦。你再比如，您是一个电影演员。哦，影视方面的。你们单位要评三级的三级。什么？单位评演员是评电影啊，四级演员评三级，我现在还不如三级的呢啊！你是准备评级了啊？我要往上走了。电影厂厂长手里攥着这三级的名额。哦，他也犹豫，是给于谦，嗯，还是给苍井空？哎，这俩人谁对我有用？那是苍井空对你有用，我跟他别争竞，得了，那就先给苍井空了。那是，明年再给你，啊，明年我再拍片儿，对吧？对，那很简单，啊，人为可以控制，是，就这么一玩意儿，给你给他没有区别，人为可以控制，它就不难，这是不难，这种演出就难了，这种演出不能控制吗？啊，就好几千人坐在一个屋子里，还在那儿花钱，还没有鸡蛋，还不给人收麦子，啊，为什么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呢？啊，你指着人家吃啊。每一张票拿回来，这钱上有老下有小，给我媳妇儿，给我父母，给你媳妇儿，然后给我媳妇儿不用，我媳妇儿不用你给，拿着吧。对，别客气，这是客气的事儿，不差这一回。废话，这边不给了，嗨，以后再要都没有了。听说你慰问去吧，你就送鸡蛋去吧，你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啊，谢谢哥，谢谢。是说相声上台头句话都是，我们是语言的艺术。对，什么叫艺术啊？艺术也能分着说吗？艺是艺，术是术，不一样。艺是演员的能耐，嗯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。哦，有艺无术那叫诈骗。哦，有术无艺你是商贩。是吗？你跟那摆个摊炸个油条卖个鸡蛋，你要什么艺？嗯，你能卖了就得了。哦，但说相声不行，有艺还得有术。是，哎呀，我这个相声这么好那么好，从人文学的角度、美学的角度、天文学的角度、心理学，这哒哒哒哒说，顺嘴冒白沫了，这么好那么好，一会儿说了开始卖票，1毛钱一张票，观众把剧场砸了，不爱听。你不是诈骗吗？嗯，你那么好，怎么没人听呢？是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值1毛钱呢？嗯，你就是诈骗，还真是。那是没有办法的。嗯，咱们得就事说事儿，而且要想让大伙儿喜欢，它是有窍门的。哦，这还有什么窍门吗？雅俗共赏啊，这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。你老这么说，但是怎么干那是另一回事儿。那您说说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哦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辩证的。这是单纯的雅和俗是攻击别人的武器。哦，它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名词。雅俗太雅不行啊，太雅不行，雅到极致不风流。这怎么说？无淤泥焉有荷花，还是辩证的。雅的话，你雅得过昆曲吗？哦，昆曲是真雅呀。大清朝的时候，大清朝的王法写着呢，嗯，昆曲是国粹。嚯，清朝，您记住，不是说相声说着玩啊，嗯，去查大清律，大清法律写的昆曲是国粹。嗯，地方戏的演员进了北京，当时就困扰，干嘛呀？你犯法了。谁让你唱地方戏的？哦，大清王朝规定要唱昆曲，捆好了你，问你改不改昆曲？嗯，要改就解开了。嗯，
不改，送回老家驻地，不许唱别的。当然，他那个王法也是名儿就改了，后就改了。怎么？没多长时间，乾隆过生日，嗯，哎，这条就没有了。热烈欢迎啊，全国的地方戏演员进北京给皇上祝寿。啊，那要不说他们没溜呢？嗯，地方戏进了北京，团结一块儿打跑了昆曲，才有了京剧。这在中国艺术史上叫花雅之争，一共三次，国家支持写进法律了，他这么雅，他最后都没成立，为什么？太雅了，不行啊！前清了举子，赶考了秀才，抱着二十四史，捧着康熙词典听昆曲，嗯，所以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，曲高和寡，谁跟你受那个罪呀？嗯，听场戏比种地还累，对吧？我们种完地还能说相声呢，对吧？嗨。还送鸡蛋呢，是啊，所以说太雅不行啊，太俗也不行，太俗有什么不行的呢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啊，那谁看呢？我这刚发现啊，埃德蒙顿的观众素质有待提高，哎呀，主张他们太寂寞了，什么都看呢，所以说太俗不行啊，必须是雅俗共赏。那怎么才能做到雅俗共赏？那就得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。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那就更没人看昆曲了。那就，所以说干这行难就难在这儿了，是吧？啊，它其实是个心理学。哦，是个心理学。你包括观众搭下茬，嗯，让不让他搭茬？这个也有控制。哎，让不让他搭茬？嗯。要不想让他搭茬怎么办？嗯，想让他搭得好怎么办？嗯，想让他露脸怎么办？想让他丢人怎么办？这都是一套技术。这还有规矩。为什么有人搭下茬？第一是这门艺术通俗易懂，有这个氛围。嗯。第二，我们也研究了搭下茬为什么男孩多。男孩为什么男孩爱搭下茬？您怎么研究的？嗨，你看就看出来，一般搭下茬的身边都带着个女朋友。带女朋友就爱搭下茬吗？显摆呀。是吗？他要竭尽一切能力表现给女朋友看，你看我多棒，你看我搭了句下茬跟台上能对话，嗯，如果这句话说完了旁边观众还能跟着乐两句，那他更得意了，高兴了啊，啪啪啪啪，有俩人跟着乐高兴，哎，怎么样，你看，哎，走开房去吧。啊，什么叫开房？你把一切撕破了看，归根结底他就是为了逞能，所以有的时候我站台，我站得高，看得见。我一看这男孩啊，一边搭下茬跟着起哄，一边老斜眼看旁边的闺女。嗯，我一瞧这俩人挺般配，嗯，小小子干干净净的，是姑娘漂不亮亮的，我就愿意支持他。怎么支持？哎，往他嘴里递句话，啊，让他露脸，让他成功，完事儿，哎，兄弟，哥哥就帮你到这儿。哎有的那个一看这脸长得就是枪毙的脸，哎呀，撇着大嘴没接过眼跟那儿呼喊夜叫的，啊，旁边那女的长得就那样，哎呀，我就怼死你们，不留面子。这是心理学的东西。嗯，刨去这个之外，其实说相声这个嘴很重要。什么叫嘴很重要？无论坐了哪一排，你看到最后一排离咱们就一站地吧，嗯，没有那么远，对吧？嗯，你不管坐在哪儿。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要送到人家的耳朵里，让您听清楚。从小学艺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了啊，吐字不清如钝刀杀人。嚯，还钝刀杀人。杀人的刀要快啊，刀要是钝了，这个犯人太受罪，这都是一死还有什么太受罪。比如说于老师被杀头，瞧我也欠我这个干这干嘛？干嘛非拿我举例子？那说我，可以啊。还得说你，哎，你就非得说我呢？因为这个把我杀了，没人给你解释，钝刀杀人了。就为听这个，挑个好日子杀于老师。哪天呀？大年三十，举国欢庆，有华人的地方都在庆祝，是都过这节。这天还是您的生日，双喜临门。今天还搬家呢，我乔迁之喜，新买的67000平米的独栋别墅。您就说我搬广场去了就完了。今天你儿子从国外毕业回来，
后还全家团聚。哎呦，这个儿子3岁就送到英国读书，让人拐卖了吗？这不是3岁就出去了，你3岁都没来得及喊过他一声啊，就大包寄走了，还是卖走了。20年回来了啊，就为了回来面对面就喊一声好听的。那应该这样，而且回来带着他的未婚妻，还有对象。未婚妻的父亲是世界首富。哎呀，这全是好事儿。你媳妇今天出去买菜去，3毛钱买了一张彩票，中了现金12亿6000万欧元。还欧元，这好事全让我赶上了。从你们家窗户外边一直码这个钱，就码到马路边上去，好到露天码。哟，了不得了！全家人坐在一块吃年夜饭啊，上菜吧。来来来，头道菜是干炸小黄鱼。我们家过年吃这个。拿筷子一夹，小黄鱼肚子里边出现一块钻石，得有半斤多。好家伙，这鱼是让这钻石砸死的。天下好事都落在你头上。我也来了。您来干嘛来了？谦哥生日快乐，给我道喜。我给您送礼物来了。哟，还有礼物呢？买了一份印度三宝。我得开开眼，请看。什么呀？我身后跟着一个印度的美女。啊，女孩。印度公司促销，人家女孩送货，她来送货。这姑娘刚满18岁，这妙龄啊，天姿国色，美女。这儿点一红点儿，印度风情。捧了一包装盒啊。亲爱的于老师，祝你生日快乐呢。什么味儿啊？这姑娘怎么这味儿啊？教她说中国话是河北省保定的。这姑娘也不想进步了。就是你们团慰问的那个地方。哎呀，给人收麦送鸡蛋的地儿，八宝山曲艺团啊。于老师生日快乐呢。行了，别客气了。俺们公司让我送来的。行了，打开看看吧。什么东西？印度三宝。打开一瞧，这宝是一个小叶紫檀的木桶。哎，小叶紫檀，这就是一宝。外面抹了一层印度咖喱。这宝有点糟践了。开盖一看，里边满满登登一桶印度神油。这玩意儿拎桶送。于老师趁着热你都喝了不？喝了。于老师端起来吨吨吨吨吨全喝了。哎，一擦嘴。姑娘，我老看印度电影，你们这额头点着红点，我能摸一下吗？好奇，伸手一摸，红点掉了，哟，露出来3个字，写的是特等奖。这好事还没完呢，是吗？印度公司促销哦，谁发现这3个字，这奖品就是他的。这奖品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印度美女。这美女怎么意思？打这儿起，这个人就是你的了，就跟我过日子了。哎呦，皆大欢喜。那是嫂夫人不开心，她有想法。哎，我刚要劝，有人砸门。谁呀？咣咣咣一砸门，打开一看，站着400多官兵。这官兵干嘛来了？于老师生日快乐，还道喜，春节好，谢谢，阖家团圆，借您吉言，乔迁之喜。得嘞，走沙头去吧。我都把这茬忘了，快了。我说怎么这么好心眼呢，往我这儿搁那么多好事儿。怎么杀头就哪儿就杀头啊？啊，没有，就杀头。你得给我个理由。哎，没有理由。那你说法有啊？哎，拿您解释什么叫钝刀杀人。我就死在这4个字儿上。于老师走了，屋里边我们天都塌了。这出了多大事儿。你儿子跟儿媳妇咣当的坐那儿了，受不了。可怜的孩子，3岁走20来年回来，连一声爸爸都没来及叫，他就走了。坐在那儿，孩子傻了，我腿都软了，谁都没经历，咣叽我就扔那儿，坐在那儿了。你媳妇坐我这边啊，印度美女坐我这边。谁也别乐啊。你都快乐出声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忍着点儿，心里很难过的。没瞧出来，谦儿哥到这边。要不你们先放炮得了啊？没来得及呢，你儿子要哭，本身就该哭。你儿子坐在那儿眼圈就红了。父子连心嘛。你媳妇真是好样的啊。你要干嘛？要哭。你还懂点人事吗？这叫不懂人事啊。有什么值得哭的？这还没有值得哭的吗？咱们啊，这不团聚了吗？
谁跟谁团聚了？哎呀，那个别说孩子，大喜的日子啊，做饭吧，包饺子啊！你们缺心眼儿是怎么着呀？这都砍头一位了，你们还做饭？吃不下去，那你们做？天大的事情，谁还吃得下去饭？这就是给邻居看的，给邻居看上。谁就没几个那个是非的邻居？哦，好，咱们这儿也不吃饭，哭哭啼啼的，邻居看笑话。哎呀，这家人呐，不就说砍头吗？连饭都不吃了，咱们不唠那个。这哪个缺德邻居这样啊？包饺子，还包饺子，大年三十的包饺子，哦，荤的素的各种馅儿，有个30种馅儿，我觉得足够了啊，就吃不了了。一样馅儿包50个，好家伙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嗯，来30个菜，哎，煮饺子去，快去。你包蒜赶紧炸点辣椒油，倒点醋，吃饺子。哎，调一碗咖喱啊！啊，对，那还有印度娘们儿呢。吃着喝着，嗯，打开电视干嘛？看看春晚，看看有没有好相声。没有好相声了，我都死了，哪还有好相声？我们正在合家欢万分难过的时候，你把实话都快说出来了。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菜市口，我还在那个传统的杀人场所，沙头的风水宝地。这要什么风水啊？哎呀，于老师来了，嗯，一帮人上来嘁哩咔嚓把于老师扒个一丝不挂。我还光着呀，命都不要了，要脸干嘛呀？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呀。哟，你怎么说呀？啊，我还说晚了，脱干净了啊？啊，脱完了，捆好了。脖子后边插上招子，什么叫招子？白纸糊的，插在竹竿上，啊，一个宝剑尖下来的，哦，写的罪名啊，犯人的名字。那我这怎么写的？监斩人犯一名，大流氓于谦。我说我怎么光着呢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让我说话。于老师可大气了。我说什么？本王，本王啊？什么叫本王啊？大流氓啊？流氓自称本王啊，我就别跟人放粪了，我就大刘保定。废话，像车间的，嗨，还是主任啊啊！本王，这跪那儿，你不让我说吗？踢他一脚，跪好。哎，怎么撅那儿了？哎，你要不踹我就撅那儿。跪，哎，反正又撅那儿。行了，你们有人管吗？怎么管于谦不管，光着屁股非跟那撅着啊？嗨，你踹的，你管，乐意撅撅着吧。啊，这会儿天就亮了。我这折腾一宿啊，年三十送来的，这会儿大年初一啊，哦，大年初一啊，哎，都忙活完了。每年的大年初一，嗯，北京城是有庙会的，北京城好几摊庙会，最热闹的是琉璃厂，那叫厂甸庙会，打清朝就有，老的了，这是北京城就得有个60-70万人来玩了，几乎全出来上这儿，外地游客有个40-50万。100多万人，这100多万人都得从你身边经过。100多万人从我身边经过。是的。你们卖票不卖？通票。哦，把我这还含进去了。对呀，你算一个景点儿。嗨，这叫什么景点儿啊？雅俗共赏啊！嗨，我要呢。哎呦，都在你身边过啊，有的看一眼过去。有的没在意，是吗？我那个开始没注意，以后就过去了。啊！别嚷，于谦。行了，别嚷。于老师。行了，我就喜欢听你的相声，我晚上睡觉都听。我还跟蒙顿来呢，我。行了。行了。快给我签个字吧。哎，这，照个相。别照相。还有那个闺女接自己的妈、接婆婆来看来的啊，打通县各地来看哪儿了？哎呦，哪儿了？这是于谦呐，可不是吗？哎呦呵，还真白呀！你管着管不着？怎么那么贫呢？这老太太怎么没有带鱼啊？我啊，你看惯了我爸爸了，这老太太。啊，挺好，哎，大伙儿看呗啊！一眨眼的功夫啊，就到了初七了。你先等会儿，我跟这儿展览了7天呢。因为北京庙会是初一到初六，那还富裕一天呢。内部的工作人员们得看看呢，给他们还有优惠呢。大伙儿都看完看腻了，哦，
就开始杀头了，这吃腻了。那边坐着监斩官，怎么还有监斩官？得有一官负责监斩嘛。哦，配着红斗篷，干嘛还配红斗篷？跟这坐着，刽子手过来了，启禀大人，时辰已到。哎呦，大人一回头说什么呀？怎么啊？整仨呀？削他呀？切细碎啊？弄死他呀？行了，给些小样，给这行了，哪儿弄一东北大人了呀？刽子手领命令，回过头来抄起鬼头刀。哦，这口刀肩宽背厚，日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豪。紫薇薇，蓝瓦瓦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哆里哆嗦，颤颤巍巍。嗯，奔你这脖子来了。哎呀，呀嚓！就这一刀，是不是吓一跳？没砍啊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谁的意外、啊？丝不丝毫啊？行，你哎，快尿了！哎，可怕尿了！我跟你逗着玩，不知道你不识逗。谁跟你逗？拿个墩布来，于谦尿了。别嚷了呀！我给你擦擦吧。这还怨我了？我不知你不识逗，抬腿，抬那腿哪条？别嚷了，这人要砍头了，抬什么腿呀、啊？你呀，砍！啊，这墩布。哎，干什么吃的？手起刀落，咔嚓砍了就完了。人头落地，往那边咕噜，哎呀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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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停住了。哟，怎么停了？等红绿灯。哎、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杀头吗？我绿灯了，啊，人头过马路，嗯、啊，过去之后转过脸来，夸刽子手，我说什么呀？好快的刀啊！哎、太贱了，杀人刀要快。就这么讲，这要是钝刀子，您就受罪了。有什么可受罪的？没两两两。没有，咱们再比个啊，再比喻一下，一个钝刀。啊、哦，重新说，给您换一钝刀。啊，哎呀，这个前面咱不提了。前面，哎，就从那个，就我坐这儿，你媳妇坐这儿。那就快行行，你要甭提了，那都是你的，行了吧？你看你要早这样的话，何至于杀头呢？好，您就打开始说。就从我们合家欢乐开始说吧，好吧？这不还是从头吗？行了行了，你已经在那跪着了，打杀头说。启禀大人，时辰已到。哎，跪的时候说完了，大人这才回头。啊，撒呀，怎么了？削啊，切细碎。好，弄死他呀！这孙子还没下班呢。跪的时候举起刀来，这口大刀啊，有打唐朝流传下来的啊，从唐朝到现在一次都没磨过。嚯、哦，因为磨一回得花3毛钱。啊，哎，没有人磨过啊，整个的这个刀刃比刀背厚1寸，这翻过来使合适了。要是拿刀背杀你是你的造化，那今天呢？今天决定用刀刃杀你。哎呀，受了罪了。刀刃上都是锯齿啊，都带齿了。大刀举起来走你，啪！怎么样？扎在脖子上了。扎上了。哎呀，上也上不来，下也下不去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能横着推了啊，走你。这不是锯吗？连着3天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是饿死的。